糖醋里脊，你最爱哈。挺鲜的。这个呢，你尝一下吧。太大了，不想吃，小熊。你直接咬就好了。不想吃。你就直接吃，没有嫌弃你了。这个像羊驼脚的东西。你可以尝尝这个叉烧。是肉。嗯。广东。好吃。一直吃。好吃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爽，就是他们分组的时候，但是在那个冠军的那组，也是很爽。谁要是有分场，来一个。怎么展示？爸，为什么突然多了一个绿色的？十里，十里，是吗？在十里，一定要在欣赏冰箱。就是我说的，就是最后，那就是那个，怎么了？是你跑最后，他们都不信是吗？哼！那你们可是拿那些了，三个奖牌。我不知道怎么了，从哪里来的，好丢脸。小时候跑得很快，但是特别小，是十岁、十一岁那时候是特别爱跑，是天天跑，天天跑，不知道为什么哪里来的动力。这算是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一跑就很累，就是感觉就是内心里面对对心脏什么都破坏了。动的是啦啦队啊，我跳舞了，我跑了，是美丽的，那时候是美的，我一定要美，是初中时候美，对，要美，对，啦啦队是很美的。对，但是跳那个操也是想好，但是美国没有当过啦啦队，就是要考试，对，要考。离谱吧，就是你是很是的，比如说这个团队有分一组一组吗？这个颜色也是这颜色，我们这个颜色只要十个人，但是报的报太多了，所以要考，有考，然后考进到十一，对，我最后没有，就是你们初中的时候也是有这样子。可以出发了。刚刚顺利吗？的呢？就是这样，就和一直和，对，输了就和，输了就和。嗯，一定，怎么说呢？很疯狂的比赛，都是这件的输，就是脑子太不存在。灵魂的存在，笑了。灵魂离家出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真是古玩少女。好朋友一起干，小傻乎乎。就是小学生一定要带那个东西，要查吧。
受一下。